结果，走也要走得非常的潇洒，对吧？这是我们的气势，弄得紧张兮兮的。反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全团积极。没错。我不觉得我们团应该有人离开，因为我们是全场最高分，我们是最完美的那个团，怎么可能有人离开？ 还没有来过这种房间，是这个房间吗？对，是。我的天哪，好有仪式感嘞！又看到了这个卡片，啊，我最讨厌的 part 来了，本队长，你看，我的是队长的。 我的是我自己的。嗯，进入了。队长呢？韩玉。谁都没有收到。我没看，我不敢看，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啥情况。哎，好着呢，好着呢，是不是都好？我不好，我走。 这姑娘，没事，给我今天犯错误了。嗯，跟你在一起好开心哦。嗯嗯，我们还是要把你嫁出去的。好啊，我一定会在微博里面用别的方式把你叫出去。好的。我们团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把金莎嫁出去。 开吗 ？One, two, three， 打开完了。哦，我拿了我自己的。<笑>我拿的白冰的。恭喜王菲菲进入下一赛段，宁静进入下一赛段，乘风破浪之旅。于可为，你也是一样的。 走还是留，交在你手里了。你怎么了？我可能要离开了。你干嘛了？什么情况？ 没有关系，肯定是我要离开了，不要这样。那我呢？你进入下一个备战，我一直觉得是我哎。 我感觉全都输在我的身上。 可能就是差那20多分呢，导致我们一下子跟第一名的差距拉得很大，因为我们的团就是第一名，我是真心的想让我们全团就是全员晋级嘛，就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哎呀，不要这么严肃，我们一起拍个照吧。对不起。干什么？菲菲。 真的，真的。
不是他说他在北京他又宅，然后又不喜欢出来吃饭，又不喜欢出来干嘛，就是喜欢自己。我们都是，所以以后在北京就以后就你知道吗？下次说哎，丽坤家走起，哎，飞家走起。对，你有啥就可以，如果你想说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对呀，没有什么。你有姐妹吗？不是我说那种塑料姐妹花，你有吗？塑料姐妹花。我们稍微好一些，他肯定有自己的。我们是不锈钢的。哇，本来我是不哭的。其实我不太会交朋友。谁会？我们都没有姐妹花团。这回倒是可以组一个不锈钢团。不锈钢姐妹花。录这个节目，唯一收获的还能交到好朋友，真的很难得的事情。我经常会觉得我不太适合参加这种真人秀节目，就是我不是一个特别愿意表现的。我有斗志了，突然有斗志了，真的。我可以藏在角落里。哎呀，我就有他们闪光就可以了，就总需要。不能每个人都闪，每个人都要去支棱在外面，那就不太行。我参加这个节目，真的觉得像坐过山车一样，我觉得太精彩了。我自己就可能生活中不会有这么精彩的事情，让我体验这么多不同风格的、不同感觉的音乐，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在舞台上展现不一样的自己，觉得这个是挺开心的。哎，随便找。那我就按顺序看吧。恭喜郑希怡进入下一段，呀！张萌进入下一赛段，迅速归队，我拿着你的。恭喜黄圣依进入下一段，乘风破浪之旅。恭喜吴昕进入下一段乘风破浪之旅，请迅速归队，开始备战。孟佳，孟佳。我的票数最低。天，写的是啥？谢谢王佳。你看，因为我三场都是票数很低，肯定票数不会高的。我今天已经闪到了。等待区域嘛，我直接就走了。没事儿，我们坐那儿算什么呢？他走了，然后我们四个坐在那儿，多奇怪啊！等，你们组谁走了？我走了。别闹，他到底谁走了？我走。真的假的？因为我掉扇子里，我掉了两次。你们谁走了？佳佳走了。佳佳。啊？我刚刚下来哭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哎，我已经想到，我前两局都是因为就是团队全员晋级，我才留下来的。他们来了。谁走啊？谁？有人走吗？你走了。谁？丽坤。啊？怎么了？
你走啊？嗯。凭什么？凭什么呀？我刚才等你，一直在等你出来。哎，你看嘛。那。说实话，谁走都没有我姐妹孟佳总我这么难过。我最想和谁成团？我最想再和王菲菲成团，因为我跟她还是有一个还想要一起成团的梦想。所以这一次乘风破浪的姐姐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所以我和菲菲应该都会好好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哇、哦，我们当时还开玩笑说什么最后一期我们一决胜负啊什么的。啊，我的天啊，我觉得接受不了。别哭了，别哭了。你是好的舞者，可是你分数低，这没有办法。你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你今天并没有跳过。如果他要让你们复活，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来，不要拒绝，不要拒绝。回来好不好？因为我的性格不是这样的性格，就我的性格一般都是闷在心里，我不说出来嘛。哇，那一下我真的受不了，大叫啊！我生气啊，气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看到他的好？他真的很优秀。别哭，哎呀，快回去录完，我在宿舍等你们，好不好？快去！你一定要加油哦！你要走到最后，听见没有？真的，你要走到最后。加油！背负了很多东西，你那么棒，我跟你讲，王菲菲。对啊，你要陪我好好的演，我告诉你。背负了那么多，走吧。走。啊！拜拜。比起这里的任何一个姐姐，我的知名度真的不高。那我能过来跟这件神仙一起打架，一起配合，对于我来说已经是迈出很大的一步。我就是来展示我自己，想要告诉别人有孟佳这个人，我是这样唱歌跳舞的，我是这样表演的。哇塞，你们好浮夸啊，是不是还有放灯泡做团照，好可爱。我现在放到我的床头，好好的想念我的好姐姐们。就不能拍个好看一点的吗？哎呀的妈呀，我这腿儿都没伸直，在这儿。他们没有这个照片吧？他们没有，我只能炫耀一下了。我一会儿拍一张照片发给他们几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我们就是出道了很久的艺人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了，然后又能让观众看到你，记起你的名字，看到我比较多的样子。但是说撒一点的酷一点打扮其实还没有来得及吧。所以皮姐姐还会帮你找对象吗？她还会找的，她是一个说到就肯定就要去租的，然后现在她已经开始介绍了，拉群了，回家她已经拉群了，然后一直你回人家呀，你回呀，你怎么又不回。那金姐姐还教我要怎么跟人家聊天什么的，然后播出来回头也挺尴尬的，然后什么在线都不是自己回的，不是很尴尬吗？这里有一份礼物是做真实的，然后我们也开开一下。好。
嗯，好可爱呀，好漂亮。